大家好，我哋好开心有今次嘅机会，可以喺呢度同中六、中七嘅毕业生喺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一啲经历。但系面对住台下边嘅大家，我都感到有啲百感交集。以前成日听啲师兄喺度讲乜鬼嘢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仲有咩啊？仲有咩时光荏苒啊？我哋都觉得冇乜感觉，谂住由光阴开始谂住，仲有6年时间，光阴咗5年，仲有4年，仲有3年，而家我哋得翻12日。转眼间，我哋就喺度同大家讲嘢。咁喺呢度度过咗6年嘅时间，其实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多谢就系老公嗰位老师。正所谓。大路通羅馬，人生總有很多的出路，但有人就會嫌直線太簡單，所以經常作出曲線求贊的行為。他就是我們的中文科老師郭耀華老師，他用的圈子用我們的言語抽我們水。在這兩方面的風格簡直兩方面合，除了輕鬆的一面，他亦都有嚴肅的一面。上腳過頭可以學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和人道應試的技巧，他還會向個別的同學輔導，跟足中文科的成績，令到全體的同學都有所得著。我們用5星星的成績來報答你，但我們一定會盡力考好。大家可能會問，我們中文的老師就是郭 Sir， 英文老師是誰呢？其實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其實我就認為，我哋一定係要多謝潘志賢老師嘅。我哋要多謝佢，唔係我哋短短嘅3年高中生活入邊，可以有7個英文老師任教，令我有多元化嘅學習機會啦。同埋，其實最重要嘅係，即使我哋相處時間非常之短，但佢教咗好多我哋人生嘅道理、人生嘅經驗，而且佢和蔼可親嘅性格，亦都令到我哋嘅相處非常之融洽。咁呢啊，講完中英文之後，當然唔少得就係數學堂啦。數學堂上傅漢森老師布上嘅數學堂。OK。係，我哋先有一個長遠嘅回憶，因為上到上數學堂，佢每一個 topic 佢都會有專業嘅講解。要講完而喺做數學題目呢個環節嗰度，每當我哋同學有疑問嘅時候，佢都會即刻由老師台嗰度飛身嗰度飛過嚟，同我揾座位隔離，喺同學們耳邊語帶温柔咁樣細聲話俾佢聽佢個事。所以喺道上呢個循循善誘嘅教導之下，引入咗我哋即使班啲嘅數學才子，好似我隔離身邊呢兩位啦。仲有道上讚揚嘅譚家英啦，好拍手，好拍手，所以我哋都好多謝江生老師。除咗中文、英文、數之外，仲有選手科嘅老師啦，有一教醒來，已是多少歲月？呢句説話你竟然唔記得？呢句説話就係蔡 Sir。这个说话是蔡 Sir 在家长晚上的时候所说的。其实蔡 Sir 不单止教了我们 Econ 上的知识，他的教导用他生动的例子，锋利的尖锐的词锋，令到我们的求知欲和学习的欲望大大提升。我们的学习版图由长沙华天珠海英文中学一直伸延到全香港、九龙、新界每一个有课室的地方。都可以用香港先进文化的方法。咁讲得太长，当然会漏到乜嘢啦。諗住温習 physics，
就一班中青嘅同學。咦？你又係？係啊。仲有就係堂地呢班同學所多謝嘅面色，佢成日上堂自嗨咧，就令到莊家堂增添咗唔少嘅歡樂，亦都令到大家好似我大家庭咁樣，亦都肯放假去帶大家去呢個圈圈，所以亦都要多謝呢一位勞工嗰位老師。咁仲有我哋兩個英文科嘅大提供老師，劉俊傑同埋張正傑。劉俊傑老師，因為他們要對住一班兩年都沒認識過的同學，在第三年無緣無故去要教導一些不太熟悉的同學，而在短短半年裡面去培訓他們，也是一個很難的工作，所以也辛苦了他們。咁啊，到講翻最重要一個一定要多謝的是我們的班主任啦，另外兩位。咁不過喺多謝之前咧，首先要同佢道一道歉先，因為我哋三個代表咧，真係因為呢個廣告拖延咗成新年，真係要你新年假係咁連打電話催我哋，督促我哋要快啲交到俾，亦都與此同時與相關嘅老師啊、棒兵啊，真係冇講聲唔好意思啊。咁另常咁好感謝你呢三年嚟對我哋班嘅包容啦。咁我哋呢個 B 班有一樣缺點，就係我哋做事冇咩交代。即係除了我哋交過呢個事例之外咧，另一啲嘅例子就係交通部啦。因為係啊，通過簽收表。因為當除咗，因為我哋每一日每朝翻到學校上完課室，就會聽到凌常講一連串嘅 number 號碼。大家唔好誤會，唔係六合彩，而係我哋班因為交呢個簽收表而導致每日差唔多都要抽取5至10分鐘嘅時間嚟講呢個 number。所以真係多謝凌 Sir 呢個發咗我哋嘅包容，同埋佢仲出錢又出力啦。雖然有時班會活動，佢硬係有啲時間，有啲時間係唔啱，又有啲嘢做，總之我唔得閒，但係佢都會出錢，係出錢俾我哋，又親自嚟到場為我哋打氣。咁其實大家唔好誤會，我哋喺度抽緊水或者做緊乜嘢，其實我哋。其實因為我覺得老師不單止是我們的老師，亦都是我們的朋友，我們對他們不單止是有教學上面的感謝，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特別的回憶，那我相信大家亦都會真同感受。那講完同學之後，就當然講下我們，講完老師就當然講下同學，那現在就交給隔壁那個了。我還記得我們剛剛的時候大家都很同意，咁科 B 其實一個只係一個上課地方啦，咁科學就大家就各生東西，大家就走啦。仲記得我哋班科科嗰陣時，個班會主席全班最高嗰個阿孔健，真係佢作為一個班會主席，作為一個教授，佢竟然係最羨慕嗰、那個。咁至於我哋成年咧，呢個中四成年咧係一個正規嘅班會活動。但係去到中六嘅時候，呢一個情況終於好轉啦。最基本嘅，我哋有咗而家最緊嘅班衫，我哋有正式嘅班會活動，而且更加犀利嘅係，頭先熒光幕都有顯示，就係我哋班 A、班 B 有呢個聯班衫，亦都參加咗升科。雖然嗰一年可以話一塌糊塗，但係都算我哋嘅回憶，亦都開始團結。到咗而家，我哋對班嘅歸屬感亦都好強。放學之後，班會都會有人留喺度玩三角傘，甚至玩我哋創立咗嘅最特別嘅嘢，就係水地用。咁都有好多特別嘅回憶，就例如我哋嘅班制啦。喺我哋缺乏咗兩年嘅團結之下，今年終於團結一致。每一次嘅班籃比賽，有啲好大嘅同學支持我哋啦。咁我哋終於奪取咗一個好好嘅成績啦。咁更加要提及嘅就係我哋嘅班嘅升科嘅表現啦。咁好唔似上年咁樣啦，我哋今年比較團結啦，而且大家一齊參與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進步啦。
我應該好感謝佢哋嘅。咁去到最後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公開時，喺兩個月嘅時間之內，好好温習，可以為人生當成一個完美嘅授課，為我哋大學嘅人生展開一個完美嘅開始。我希望我哋嘅友誼可以永固 ，forever 16 and also 公開考試。